请问师父，你如何巴不得人的遗憾？历代成就者、儒者、贤者、乐者、道者，我无法比拟。但是现今有真多自称大儒者、参禅者、痴儒者、积善教者，明明事理未通，却自称大彻大悟，我无法认同。我在礼忏之时，想起少年时间曾经写辟佛论，阿祖当面失我，哼，这边啊，你啊，你来写这种文章，世界散播的哈？是这一点，我就应该对了无间地界吧。幸好圣观已被总菩萨念，转世归正。白讲，即卖出家人，拢无实在戒律啦。现在有不少的出家者，根本就是视戒律清规为草戒的俗汉。这真是乱世啊！正是乱世，弟兄，想要尽未必免死，你慢讲啦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咱五个人年龄相当，不如效法佛世之时，教定如定，五比丘、结舍、安居，咱啊爱研修戒律，研究戒律，弘扬戒律啦！来来，各位啊，咱都要按自身根本做起。重正佛法啦，弟子、弟兄，在佛前发愿，必定详细阅读三藏十二经，所知、所闻、所得，自书立论，跟随经典，正律宗，断正佛法。六义弘归我娘弘金西莲比。
伤苦满脸，滚滚发水，沦心田。